恐怖！哇哇哇哇哇！吓死我了！妈耶！8月8日上午，一架运有安邦国际标志的飞机在海南省东方市巴所镇一村庄坠毁，目前伤亡情况不明。视频显示，一架白色飞机坠毁在地上，机舱玻璃出现碎裂，机身印有安防国际四个字。视频拍摄者说，前面是油，可不要吸，掉下来十分钟了还在漏油，地上全都是油。一名目击者称，事发于8日7时许，听到了咚的一声，飞机里没看到人，就在龙眼地里。印有安防国际的飞机属于中国融通安防国际集团。前面是油，可不要吸。大家好，我叫周星海，原是吉林省四平市纪委政科干部，这是我的身份证。因冤案在身，不断喊冤申诉。2024年7月26日，我拿着新证据到四平市中院再次申诉，结果工作人员张某受理登记快要弄完给回执时，另一名工作人员过来跟张某说没有给过回执的，万一材料没两页不好办，申诉都是一次，没有两次的。另外，周星海也向最高法申诉，中院不应再受理，并给庭长于某打电话，于某不让受理，结果把我的申诉搅黄了。之后，我给于某打电话，8月6日，我又到中院与于某见面沟通，最后还是拒绝。我将与于某沟通的意见说给大家，请评论四平中院拒绝再次申诉是否正确，申冤之门该不该关闭？第一，《刑诉法司法解释》第373条规定，申诉由终审人民法院审查处理，并未规定只能审查处理一次，所有条款都是可以什么什么，都是放开，没有任何一条是限制是禁止，特别是从来没有限制申诉次数的规定。于某拿刑诉法司法解释第377条，申诉人对驳回申诉不服的，可以向上级法院申诉。未依据拒绝再次申诉是错误的，此条说的是可以向上级，并不是只能向上级。于某把可以解读为只能，把放开向上解读为限制甚至禁止向下是错误的。该条并未规定不能再向申诉过的法院再次申诉，有错不纠应驳回，之后拒绝再次申诉，有新证据也不好使，是关死了申冤之门。虽然申诉过，但空转浪费程序是中院的责任，中院不能拿自己的错误来惩罚别人。第二，于某和张某等说实际操作都是一次，没有两次的。我说不能将实际操作等同于是法律规定，需要的是按法律规定办事，而不是按实际操作办事。只要法律未限制申诉次数，就不能拒绝再次申诉，特别是我有新证据，中院应该按照院长发现程序进行审查，司法纠错的大门应该一直敞开，任何时候都不能关闭。实际都是一次，是因为都觉得再次申诉也还是驳回，所以就不来申诉了。如果有再次申诉的，不能以此为由拒绝，拿出新证据再次指出错误，应该审查处理，拒绝受理就是拒绝纠错。第三，于某等说我申诉到了最高法，程序没走完，拒绝我的申诉更是没有道理的，
没有任何法律规定申诉到了最高法就不能再向下级法院申诉控告，更没有任何法律规定有错误下级法院也别纠正，都等最高法来个纠正。谢谢。我叫郭大伟，原潘山县人民法院法官，现实名举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局长王红违法犯罪。一、收受贿赂，枉法裁判；二、包庇刘铁英、刘伟成犯罪；三、拉帮结伙搞小团体，公款吃喝，公款旅游；四、跑官、卖官、权钱交易、权色交易；五、贪污侵占公司财物；六、利用职权为妻子伺机谋利；七、滥用职权徇私枉法制造冤案。以上举报如有不实，我愿负法律责任。房子吹烂了，房子吹烂了，我的妈哟！现在的衣服又着了，房子去吹烂完了，上哪？不知道是防腐剂的原因还是天气的原因，你看这个豆沙包放在外面四五天一点腐败的迹象都没有，这是在超市买的那种预制的，蒸一下就可以吃的，放了这么久一点腐败的迹象都没有，不知道。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参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，在韩国出产的高丽参含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，可增强免疫力，使疾病无法入侵，被称为万灵补品。高丽参分野生与栽培两种，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，入药用的人参又有生晒参、白参、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。玄宝黑参口服液以100%韩国优质六年高丽参为原料，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《东医宝鉴》记载的九蒸九铺方法纯手工制作而成。高丽人参含有34种人参皂苷成分，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。另外，人参皂苷 RA、RF、RG3、RH2 为高丽人参独有的成分。经九蒸九铺制作后的黑参，燥火性质进去，一年四季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，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吃高丽参上火的问题，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。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皂苷 RG3 的含量比红参高8倍，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皂苷的吸收率高达80%以上，是红参的6倍多，是白参的16倍。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，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。